今天晚上飞重庆，要4个半小时。然后呢，有一位来自重庆的中国组员，因为整个班机是客满的，所以他在起飞前跟我申请能不能坐在驾驶舱。我当然是同意的，但是4个半小时要坐在我们驾驶舱的椅子上面也是蛮辛苦的。再加上今天天气也不太好，一个在外打工然后要归乡的游子，这样的心情我是知道的。终于落地了，然后安全带的指示灯也是开开关关，那幸好旅客都很配合。距离我上次到中国来过夜已经非常久了，谢谢我辛苦的组员们。叮咚 ，tag， 看看我的房间。到底有多大？OK， 这是我的房间，检查一下。门后面 ，OK。今天这个饭店还不错。也唔过拢无人啊。来来来，逛夜市，夜市摊。哇，看到拿不到了。Yep。这里荤的是20串，素的是7串啊。这多少钱？哎，等一下算吧。等一下算啊，哥。吃哪里算？等一下，咱们就跑了。我还可以唱歌的。这个是烤茄子。Next day， 早上的重庆。
这里都是电动车。这个是小米吗？这个好像是小米的车子，哦，真的小米，北京小米，哇，蛮好看的。哦，会亮灯的。十几年前，我有一个账户在招商银行，结果都领不出来，所以今天来办看看。这家原版是台湾来的吗？不错，今天是周六，但是银行说有营业，但是要到九点，所以走回饭店去吃早餐。听说这一家的咖啡蛮有名的，来去喝看看吧。没有微信跟支付宝是喝不到这家咖啡的。现在去吃早餐。啊，请说。哇，蜂蜜啊。神棍粥。哇 ，sweet potato。黑米粥。白米粥。南瓜小米粥。东西啊，煎饺哎，过，面，重庆特色，烤南瓜的。Ham, bacon, egg. 煮面，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没有了。我搞不够得嘞。美团智能取餐柜，哇，加油加油！是啊。
重庆平常的交通就是这样的，还是今天是这个不算热哦，这不算热，40多度的时候就热一点。那我说交通呢？交通啊，都是这样子，交通都基本这样，基本这样。这个商圈的话，OK。如果一遇到下雨天、暴雨的话，还比这个地方哇，还比你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. Well, let's go down. This place nice, leh. Wow, lucky you say. Different. That one is mountain. Oh, I like like that. 啊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以及奋勇直追的汗水，夺得了团队走一等奖。有请他们来到舞台上方 ，C0027。文曲星耀金榜题名，这个是文昌阁。这个是最好抱佛脚的地方哈，这个对。哇，婚姻登记都有哎！我可以进去新加坡一下吗？对啊，去喝啊！喜欢喝奶茶吧 ？OK。哇！But I like I like the series。哦 ，Long Ben 也是有。哇，热闹啊，热闹！
欸，你不是偶姨吗？你不知道是偶姨？应该有。啊，那边有重庆。然后有帮小公主包衣服包照片。来，进来嘛，进来看，马上都拿照片，包衣服包照片嘛。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度计。哇！来，防范动作Yeah.
味道就太辣了。Oh my god！小心小心，来那一道哇，哎，这边很多这个，哎，哦，不吃亏，不吃亏。我们来吃这个。Don't know what's this。你好，重庆。7 hours later.